喂，師傅，你擺咁多嘢喺度擺檔，係啊，我真係擺檔啊！嚟緊星期五六日，2018香港影音博覽暨流動音響展嘅啊，今年佢俾面啦，佢就請埋我玩，咁啊俾個 booth 我咁樣樣，咁我初頭諗下我做咩咧可以啊，又俾我諗到就係、是。擺翻一啲我自己中意嘅 product， 之前喺獨家優惠又介紹過 product， 咁啊喺度賣，咁梗係有優惠價啦，全部唔做正價嘅。有一啲重點嘅 product 我拎上手啦，唔好逐個講啦，成廿幾三十樣，好長啊條片。重點嘅 product 我覺得呢個 Fender 嘅藍牙 NewPod 而家出咗啲新嘅色，咁我覺得大家可以嚟睇下啦。跟住另外上次我講過嘅，我自己揾人整嘅拉領頭一出二嘅線啦，嗱有咗呢條線咧，你直接可以用個電話咧就插台槓啊，插M 啊咁樣，我覺得呢條線好有用嘅。咁除咗呢條線之外咧，我仲有我自己精選嘅一啲喇叭線啦、RCA 線啦，同埋平衡線都有嘅。咁喺會場都係特價嘅。咁仲有上次講過。DB Magics 的一些 Adapter 有拉領頭又有 Type-C 的耳機方面有 One More 我自己用的不是這個這個是 3.5 頭的這個是拉領頭的耳機我自己用的另外也有 TF-2 Set 的我選了兩款一款是 Exclusive 3一款是 King Pro King Pro 的樣子真的很漂亮有綠色有藍色有紅色最新一隻有一隻碳色係佢係碳嘅色係我都覺得好靚嘅呢個新 product 係生巴啦我未有時間介紹呢樣嘢但係之前嘅喇叭仔即係 Infinity 嘅 Super 喇叭仔啊 X Mini 啊會場都會有嘅都係做特價嘅 player 方面就有 DX150 啦 DX150 係行 Android 嘅咁你中意聽啲串流 apps 亦都。是非常之好用我也覺得好聲的一部 player 咁總之現場呢就有好多我精選咗好緊要就係、是、你到現場呢仲可以試到大家可能聽過嘅我嘅師傅牌耳框你可以嚟試買唔買係另外一件事啦總之嚟到會場就超特價啦因為我剩返幾部就如果你鍾意就可以攞走啦總之就係現場就我一啲我自己過去半年一年我精選咗自己好鍾意嘅產品全部都是有會場的特價發售咁我自己當然我不能夠全個時間留曬喺度啦佢個時間是點嘅咧？佢個時間係咧星期五咧就係11-8，星期六咧就係10-8，星期日咧就係10-6嘅。咁我就會喺富豪酒店三樓啊。流動影音區那邊的富豪酒店三樓那我自己應該每日可能黃昏4-6那些我會在那裡甚至我在想我會不會在那裡 開 live、希望到期時見到你們那我有張 banner 的好轉頭出一出張 banner 你認住張 banner 就可以了我在三樓裡面有一張桌子那張桌子就會整一張 banner 在這裡還有我有一個妹妹在這裡大家不要撩她望一下好了不要問她拍不拍照她很怕醜